请看感应篇第62集。愿人有时，会人成功。从这个以下了有八节，都是说的柔无刚柔两种，注解里面告诉我们，人之有时，这是一桩不幸的事情啊。这个时是有过失，或者是遇到的最损失，人在遭遇到这些不幸事情的时候，贤人君子看到了，听到了，总是有怜悯之心，决定不会有幸灾乐祸。这个这种心理是不善的。太上呢在此地告诉我们，这个也是物，虽然没有在这个行为上，这个起心动念呢就不善了，一个人在世间灾祸是不能够避免的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无量劫来六道众生起心动念造作行为，决定是恶多善少啊。我们在佛教典籍里面最常读的白法名门，白法名门里面告诉我们，众生烦恼的心所26种啊，善心所只有11种啊。可见得这烦恼是恶心所，比善心所多了一倍还要超过，又何况恶的习气胜过善的习气，所以如果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啊，没有好的修持功夫，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也。金刚经上说的话是真实的。不但佛法如是说，其他宗教里面也是这个说法，也是同样的看法。所以幸灾乐祸
是很不好的一个习气啊。看到别人有难了，看到别人有不幸了，他在那里破掌大笑啊。这些情形从小朋友就可以看见了啊，对于人的成就啊，善行赞叹的少啊，看到人家的时候有不幸的时候啊，这个表现出这种心态很多很多啊。我们自己细细的想想，自己在童年的时候，在做学生的时代的时候，是不是常常有这个现象啊？那么当我们自己遇到不幸的时候，别人用这种心态来看我们，我们自己作何感想啊？能够想到这一层，才知道物作具对人心灵精神上的伤害啊，这是我们不应该做的。诲人成功，诲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诲坏，一个是诲谤啊。成功，功不论大小在经营的人都希望他有成就 啊尤其是这种功是为社会，是为众生的固然这个里面呢，因缘非常复杂了啊。个人经营的事业，哪一个不希望有成就呢？我们要是毁坏，这是造业事业的成就必有前因，毁坏的人呢，只是做增上缘啊，帮助他也是增上缘，毁坏他还是增上缘。实在讲，对于经营事业的人，究竟有多么大的伤害？阻挠是有的，破坏呀，在佛法里面讲呢是不可能的啊。你把他的成就延缓，这个有可能啊，真正是阻挡了那不可能，那违背因果定律了啊。是真正通达因果报应的道理与事实真相啊，人心就平了啊。他过去种的善因，这一生当中一定有善的果报啊。现前善的果报被人障碍了，
也许五年十年之后，他善果报还是会现行。这个道理要懂啊。如果我们以善行，成人之善，成人之美，我们自己的修德啊，何必去造业啊？成人之恶就造业，障碍别人的好事啊，帮助别人的恶事，我们自己在造业了。如果人家这桩事情是造福社会的，是有益于众生的，那你就要看它影响的大小。啊，影响时间的长短。如果影响的面大，时间长，这个罪业就造重。啊，千万不要认为，啊，我们自己有意无意造的这个业，大概是不会也太严重的。啊，那是我们自己想错了。啊，想错了了，往往就做错了。到自己果报现前的时候，后悔莫及。所以人一定要有慈悲心，要有同情心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起心动念要常常知道心肠，我应不应该有这个念头，应不应该说这些话，应不应该做这个事情。啊，下面一句，为人自安，见人自疑。这个意思都很明显，啊，都不难懂，而且常常我们所犯的，啊，遇到有危险的事情，总是叫别人去，啊，有利益的事情，总是希望自己多占一点便宜。见人自疑，就是损人利己。都是错误的观念啊。这个注解头一句说得好啊，千经万典只论个心字。啊，这个不仅在佛教，所有一切宗教，说实在的话，都论一个心字。宗教能不能够和睦相处？族群能不能够啊团结？从佛法的理论来讲，决定是可能的。
决定是肯定的。只要大家觉悟了，只要大家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我们可以说，世间许许多多不同的宗教，不同的学术，正如啊，我们站在各个方不同的方位看一桩事情，事情只是一桩啊，我们站的方位不相同啊，所以大家看的不一样，其实一桩事情。啊，譬如像这个茶杯盖，我们这边拿着，你们两边的人看，这边人看吐出来的，这边人看挖进去的，那两个打架了，争论了，永远谁也不服谁呀，没有看得完整，对吧？啊，再翻个面，掉过头来看呢，那大家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每一个宗教里面看的神，看的上帝，就这么回事情，其实是一个。佛法讲的圆呢，讲的透彻。啊，佛给我们讲到最极究竟处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。啊，一个心，一个智慧。啊，所以佛告诉我们事实真相：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。啊，这不就全部都包括了？这个事是真的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说的：“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”心是自己的心啊，识是自己的识啊。离开心识，无有一法可得。啊，所以佛法讲到真的啊，真谛呀，都说自信啊，三宝讲自信三宝啊，念佛的人讲自信弥陀，自信净土啊。那我们这个世界，你要是明白这句话的道理，岂不是自信娑婆，自信释迦啊？延伸到其他的宗教，你也就懂得啊，自信上帝，自信基督，你就恍然大悟了，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就放下了。啊，妄想分别执着是从哪里来的？只看到局部，没有看到圆满，是从这里发生的。这个我们应该叫做误会呀。佛法里面所说的偏见啊，没有见到圆满啊，
所以佛法的教学是圆满的，不是偏在一边的，这个才能够解决一切问题。佛法讲修行正果，正道，果跟道就是事实真相。真相明白了，妄想分别执着尽了。可是怎样了解事实真相，必须要破妄想分别执着，换一句话说，妄想分别执着要放下，越淡薄你明了的事实真相就越多越深入，坚固的执着，严重的分别障碍我们的智慧，智慧是本有的，不是从外面带来的，智慧是能证的，法界也就是事实真相是所证，能所是一不是二，这个境界是诸佛如来果地上的境界，佛为我们说出是他证得了，勉励我们自己也要证得，这样才能得真实的利益，真实的受用啊。从这些地方我们才真正体会到，诸佛如来他们为什么要帮助一切众生，而且是无私的无条件的帮助一切众生，对我们凡夫无法理解的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知道尽虚空遍法界是一个字体，大乘经上讲的法身，一个法身呐，像我们是身体，一个身体，一个身体有一部分有痛痒了，有麻木了，我们其他的部分要不要帮助他？我们左手这个地方麻木了，右手自自然然去帮助他，还要谈条件吗？还要索取代价吗？佛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体，所以无条件的去帮助他，这才说出利益众生就是真正利益自己。
但是一切众生无量劫来都在妄想分别之处，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，不知道法界是一个整体啊，所以看到左手有痛苦，这个右手不肯帮助他，帮助他要谈条件啊，要代价，要问我为什么帮助你啊，不知道是一体佛家讲的无上菩提，究竟圆满了，就是真正彻底明了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啊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，一心一智慧呀。这些过失自自然然就没有了啊，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，才会产生这些过失啊，就佛教导我们认识事实真相啊，才知道怎样帮助自己啊，怎样啊使自己得到真实的利益，没有别的，就是全心全力帮助这个社会，帮助一切众生啊。确实有一些迷失自信的众生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，所以佛菩萨在所有一切帮助当中，最重要的帮助众生明了事实真相啊，这是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的真实的慈悲呀，无尽的慈悲呀。我们自己修学修养也是以这个为中心啊，那么这个方向目标就正确了，这一生才可能得到成就啊。方向目标错了，在佛大乘佛法里面不相应啊，啊，所成就的也不是佛法，而是世法啊。佛法是觉，世法是明，不同地方在此地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了。